作有花烟灭，会不会再见 ？Oh my god！ 因为台上与台下充满反差的性格，受到大家的喜爱。好的，请易烊在舞台上稍作留步。哎，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遇见时尚新物种。那么，请问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时尚界的新物种有什么好物或者是一些名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吗？我最近发现的就是突然特别流行，就是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特别流行的那种洞洞鞋，是叫这个吧？对，然后今年突然特别流行，对。那也想请问你一下，因为最近有我了解到啊，你家里新添了一位小猫咪的成员，那么在这里可不可以对着镜头来模仿一下你家可爱的小猫咪，来一组卖萌搞怪的三连拍呢？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可爱。好的，舞台交还给易烊，来，我们摄影老师准备三，第三个 pose， 易烊模仿一下你家的小猫咪。好，再来一个模仿好吗？一个 pose 就可以了。那好的，也不为难你了，期待你之后精彩作品以及精彩的表现。好，请入座。